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这些就是露营书最常用到的露营灯具系列，来自北邦。有一部中国导演赵婷即将上映的电影叫《无依之地》，它里面就大量使用到了北邦的灯具。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们的设计，好看到我已经全部都集齐了。他们的灯采用了大量铁艺的设计，名牌也是金属的，所以看起来呢很有质感，很复古，很精致，更像是一个一个艺术品。虽然是复古灯具，但他们都是用电的，所以非常的方便，功能性也基本上是满分，亮度非常的高。最高的像这一款可以达到325流明，续航也很持久，低亮状态下都是一两百小时起步的。我最喜欢最欣赏的地方就是它每一款灯打出来的光都是不一样的，是有形状的，是因为它每一款灯上面呢都做了一些细节的处理，像气泡点、水晶面还有铁艺网等等，所以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为了照明，它更多的是在渲染一种复古的惬意的氛围，所以整个心情就会很平和很放松。我最推荐的呢就是铁路灯、松果灯还有这个小球灯。如果你们像我和我女朋友一样喜欢复古美学，更喜欢风格化的精致露营，平时呢也喜欢把露营的东西放在家里面作为装饰，那这个灯就太适合了。总的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灯具系列。